少的爷孙恋、姐弟恋，而这些恋情有备受争议的，也有得到祝福的。而钟丽缇和张伦硕的姐弟也从一开始的不看好到现在的祝福不断，但近日两人同框却出现了零交流的状态，张伦硕一人走在前面，钟丽缇则走在后面，所以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，两人是不是感情出问题了。现在已经有40多岁的钟丽缇和张伦硕已经是第4段的婚姻了。年轻时候的钟丽缇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大美女，颜值一点都不输林青霞、朱茵，朱茵会写的她看起来有一种外国人的性格和深邃，年轻时候的旧照也真的是太美了，可惜岁月不饶人，如今样子身材大走样。张伦硕娶了钟丽缇后也是不断为家庭付出，如今嫁给小自己17岁的张伦硕之后，他的专一风格更是让人琢磨不透，好像越来越大胆了，越来越不羁了。最近上节目热舞更是引来了一阵吐槽，都说他的衣品太难看了。然而这对往日秀恩爱不停的夫妇，如今现实机场却各走各的，完全看不到恋爱的气息。张伦硕全程黑脸，看不到丝毫笑样，而一旁的钟丽缇也一直紧跟着张伦硕，看不到往日的恩爱情景。张伦硕直接走到了钟丽缇的前面，丝毫没有等他的节奏，后面的钟丽缇表情十分尴尬，可能是年龄的差距吧，所以两个人的感情才会这样吧。